8月28日夜，歌手龚琳娜在个人微博分享了一段与邹市明夫妇合唱的视频，并配文和邹市明、冉莹莹一起唱《武魂》，祝福他们越来越好。冉莹莹在生三胎后素颜露面，依旧体态丰腴，状态很好。看到邹市明夫妇俩这甜蜜的婚姻模式，羡慕了多少人。尽管两人是三个孩子的妈妈爸爸，在感情上还是保持以往恋爱的甜蜜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